很好，准备徒手肉搏战。是。小喜，打得不错，你们每个人的功夫都比以前有了进步，你们要继续努力。队长，报告队长，从香港来的班机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。知道了，你们继续训练。关家强先生，隐身上尉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亲自来接我。哎，打击罪犯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我们不分彼此。对了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助手邓平。你好，玉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是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呢，还是？我一点也不累。我看我们还是马上展开工作吧。嗯，好，这边请。越南现在很繁荣啊。是啊。这就是我们的总部。队长，马上做猎狼专案的简报。是。他叫张坤，是香港通缉的国际经济要犯。自从我们接到香港国际警署通报之后，对这位外号叫白狼的人进行了侦查。经过我们的调查，他来越南以后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位叫陈森的人。这位陈森是什么背景？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他是泰国黑社会帮派分子，目前他以投资人的身份来越南投资夜总会还有酒吧之类的生意。照这种情景看，白狼可能把在香港抢到的伪钞新版带到这里跟陈森合作，大量的印制伪钞。我们也是这么分析的，可是目前还搜集不到足够的证据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。依你的看法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？我看他们为了保护印制伪钞的秘密还有暴力，一定是在他们的势力范围里进行。哎，陈森这个人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吗？有啊，你看这间月影酒吧是陈森和白狼接触以后才买下来的，这个房子以前是个米仓，房子里面有不少的地下室，他们可以在里面进行印制伪钞的勾当。
在里边，小心。知道。知道了。行动吧。哎，森哥，你安排的妞儿真不错呀，够漂亮。来来来，喝酒。好。哎，菲律宾那边催我交货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把货赶出来啊？这里的电力不足，赶货恐怕有困难。找发电机吧。会引起警方注意的，不妥当。嗯。我出去看看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打的。谁来砸场子？不知道。他妈的，快点叫人去。是。这一伙散的家伙。这小子是谁啊？香港的特警。注意，列能行动，开始。还要往哪儿跑？关家强，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逼得我离开了美国，去了泰国、菲律宾，来到了越南，你还不放过我？在美国让你跑掉了，是你走运。我身为警察，只要你犯了罪，我就一定要抓你。还有一个月，这买卖就做成了，我马上收手。你都不肯放我一马吗？只要你是一个通缉犯，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听着，只要你放过我，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白狼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应该清楚我的性格。如果你能把我收买了，你今天也不会跑得这么辛苦。好，你厉害。别想抓到我，你跑不掉了。好好好好
金山，交给你了。好。我是警察，记得枪用追疑犯。行，没问题。用吧。让他跑了，把他带回去。是。谢谢你跟这位小姐救了我。没什么，这帮人利用我们渔村走私，我早就想惩治他们了。你大概是警方的人吧？那把他们交给你了。好。哎，你们的人来了，又要问来问去，耽误我做事了，不陪你了。龙儿，走吧。季先生。龙儿，走了。全都带走。是。有没有受伤？没事。把他扣起来。是。快走。走。速度快一点。报告指挥部，猎狼行动圆满结束。
如果你真的想见他们，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，那就多住几天，也好让我尽尽地主之谊。你不是也听说了，他们出海打鱼去了，不知道几天才能回来。我在香港还有工作，不能在这里耽搁了。我回去以后，麻烦你抽空来看看他们，也替我好好谢谢他们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好了。希望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合作，共同打击罪犯。我情愿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纯粹是观光，想有那一天，我们都要加把劲了。当然，这次太感谢你的帮忙了，谢谢，再见。一路顺风。谢谢。保重。谢谢。再见。弄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那我们回去了。李总，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啊？老家伙，你听着，替我们开船出海，要不然你们俩都得死。不行，没有政府的许可，我们不能够随便出海。你女儿长得真不赖。告诉你，我可是你们政府通缉的人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就叫手下强奸你女儿，看政府能不能救你。你敢？我身上背了几个案子，还怕多你这件吗？兄弟，动手。住手，我带你们出海就是了。他们一定是被挟持了，我们马上回去通知海防部。好。那边有条船。红海盗？怎么是红海盗？海上的死神，遇见他的人只有死路一条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快开船，快！想跑？他们想溜！快加速！你怎么下去？报告副堂主，目标不停船，反而想加速逃跑。哼，这跑得了吗？顺手再干他一票，快！是。爸，你的手。白沙，我们跳海逃走吧。不要管我，你走吧。你要是落到海盗手里的话就惨了。不，你不走我也不走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不要手软，连船带人全给我轰掉。是。
是你这老王八蛋开的船，害得我浪费了那么多的炮弹。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打他！把他带回去，请公用。好，是，走。妈的！回去喝酒去。这是一件惨案，一定跟红海盗有关系。我们走，先回基地，向上级汇报。嗯。行动组，返回基地。岛主呢？岛主刚刚练完功。大哥，兄弟，辛苦了，这回捕到什么大鱼了？大鱼倒是没有，肥羊有两只。哦，什么肥羊啊？拿上来。就是这两只金丝猫。兄弟，这种东西现在到处都是，已经不值钱了。大哥，这两只可不是普通的金丝猫，他们是英国白金汉宫养出来的。什么？你说他们俩是英国的皇族？大哥，我看这两位公主的家人不会让他们的宝贝去街上卖笑吧？当然当然不会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说他们俩要多少钱才能赎身呢？让我想想啊，就1000万美金吧。大哥，好价钱。哎，为了这1000万美金，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啊。
好，快点，好，好，老总，快点，快点，站住，来，走，别管他，快，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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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快点。老什么叫？这，坐下，坐下。师傅辛苦啊！哎，辛苦啊！辛苦了啊！哎，快快快！站长，我们岛主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好好想想，怎么叫你们家人拿钱来赎你们，要不然。把你们卖到非洲当一辈子妓女，好好想想吧。嗯，